我是不是昨天才强调过考勤纪律？李天然，你是干什么吃的呀？你整天你像什么样子？挂号上班，一趟一趟上厕所，一趟一趟跑查日间，那玩意儿喝茶吗？记得不行。是个老妇人。今天于部长出去拜访客户了，不会回？你就别提这名字就行了。这天然哥现在怕于部长都怕成这样了。我是个大。